我们现在前往极乐寺，嗨，我是美思，今天我就到了槟城来过新年，所以现在就是在那一个极乐寺。好啦，所以其他的就是之后吧。好大，我以为听过。炭烧萝卜干。漂亮吗？漂亮。我有吃的给他们了。刚才拜过了观音，现在就是在释迦牟尼，只是都是在附近的。来，你们要拍照吗？然后在这一边完全就是那个帕亚的风景哦。这边啊，全部。这边啊。这些都是帕亚的风景啊。然后什么？等一下要去那个远远的26公里的那一个松看呐、啊，这些都是海椰哦。我们来到了看大象的地方，刚才我有看到有几只大象那边走来走去的。
冰吗？好啊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是在那一个 Hat Yai 的 floating market， 就是这一些全部都是那一个船上面的一些商家这样子哦。就是来这里吃啊，好运肉骨茶。我们的点心好运，好运点心肉骨茶。我们在那一个海亚的 market。看样子是有点不舒服哦。Central Festival 也是其中一个被推荐的地方。好啦，我们就是在那一个 Central Festival， 然后这里它的外面就有一些 Night Market， 有卖一点衣服啊、吃的啊，背后。所以其实基本上网上的话就有那个 Night Market， 我就不懂。他们如果是下午的话有没有啦，可是这一个Central Festival 的话，我觉得就很像那一个曼谷的那一个 Central 一个 mall 来的，它其实从外面看是很大的。我们进来了Central Festival 的那个 mall， 所以我们现在来吃早餐。这里就是它的那一个 food court 那里，然后我们现在是在找着我的妈妈爸爸，看到了，来来来。我收到了，我想。今天吃龟杂 brunch， 所以有烧肉，有叉烧，有那个鸡的。回槟城。所以说，还要什么最好玩呢？就是 shopping。我们满载而归，然后其实是的，满载而归。我们也满载了。我们没有满载而归，可是我们有满国而归。满国啊，满国满什么国？就是釜山国，普罗王昌。做东西的锅 ，Zebra 牌的，他们所谓说泰国最出名的那一个牌子了。然后其实基本上它的那一个价钱都是蛮值得的。还有什么？如果是说景点的话，泰国就是说拜拜是最多的，它的那些观音啊，都是真的是很多人都会去拜的。就在松卡也是有地方拜。它的那一个蛮大的那一个金色的那一个睡佛，然后我是看到还有其他的，其他的 check out， 还有其他的，还有其他的那一些睡佛，就是讲泰国啦，泰国都是拜神的地方。美人鱼咯，我们也是有看到美人鱼的那一个 statue， 就
是这样，所以好啦，我们等一下又回槟城见啦，拜拜。过着关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出境回马来西亚了。然后只是，其实今天的那一个，今天的人潮还不会那么多。然后一来我们很幸运，不是站在太阳底下，像那天这样已经是要晕掉了的，所以今天只是啊，幸运的我们有地方走。海鲜是你太狗啦，这里海鲜太狗。过这里是马来西亚，过太阳最啊，这边就是马来西亚。过着鸡打克打，很像米哦，很美哦。我现在过着鸡打，然后还要差不多其实应该是说从关口到槟城大概要一个小时多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在回程，已经过了大概半个小时，现在已经是到了鸡打。